Hello， 各位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中文科老师刘海欣 Winter， 新年就到了，以下下来呢祝大家新年快乐。想送八只字和大家分享的第一句呢就是叫做己心不竭，即是说自己的内心不会停下来啦，无尽头不会放弃。既然能够做到己心不竭了，结果是怎样呢？就是冰坚可道，即是说出面无论的世界结晒冰和几咁严寒都好，我们始终是可以行过去走过去的。咁呢一年咧，疫情啦，可能大家都会好想放弃啦，又或者咧过得好唔如意啦。但系总之你要记住，只要我哋唔放弃自己，己心不竭嘅话咧，最终我哋一定会走过难关，走过寒冬，并肩可道。新嘅一年，祝大家咧心想事成啦，新年快乐。更加重要嘅系身体健康，同学仔学业进步，恭喜发财，新年快乐。